有没有人买了这张专辑？赶快，旁边有卖哦。买的人举手。好，看来台下都是大粉丝，快点，不要辜负他们。好，我们尖叫，再来欢迎潘石屹。再唱一首是跟那个，就是这块土地有关系的歌。这首歌目前还没有录制，然后它叫做《北海老英雄》。那它是一部我们就是看过纪录片的毛片之后深受感动写的歌曲。北海其实指的就是大家知道合一合二在哪边吗？北海岸嘛。那作为台湾第一个被就是设置核能发电厂的地方，他们其实从以前都抗争到现在，然后。那些第一代的抗争的青年们现在其实都已经变成差不多被阿公这阿公啊，可是他们还是很冲，然后因为很就是觉得他们实在太帅了，就写了这首歌。那当然他们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真的变成英雄，然后跟体制对抗，但是我相信集众人之力一定可以。那这首歌就是送给所有支持重新思考台湾核能政策的你们，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潘氏笑脸。什么？下一张专辑什么时候发？笑。明年，明年。好，期待潘氏笑脸明年的新专辑哦。那我们继续要帮他加油鼓励，而且听到他们的歌声，真的是听到台湾摇滚新生的力量。